要的就是这种含蓄的感觉，你看。好，他们比我们慢。我，你走的时候考虑一下我好不好？完了，我们走不快，他们怎么走那么快啊？我俩不默契。反正我这箱子真的是够了。安检。哎，我没带身份证，怎么取票？能办是吧？还要办一个？你掂量就知道了。你好，我要办个证怎么办啊？您是要取票还是买票？我要取票。您说一下您身份证号码。身份证号码。沈涛对吧？对，帅呆了，你看。是的，没有犯过事儿他。麻烦您申办人那签下字。这要交钱吗？不需要。不需要，吓死我了。其他都好说，就是不交钱是吧？来到您的订单号，前到七号口取下票。七号口，这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朋友们，你们可以看到我最近要去多少地方，我肯定要出来很多高铁票。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。我还去北京坐到长沙。点击打印车票按钮。互联网取票吗？互联网取票，二代身份证。有了，确定打印。他们还没好，他们有了，出来，走，了。330，我们。哎，你们怎么这么快？你们怎么肆意让他们插队了呢？车票，等着瞧。哼，两分钟两碗泡面，哪有泡面？谁买了泡面？不要钱的泡面店。来啊，有，哎呀，有小碗的吧，好不好？对。这个什么虾仁，你拿的什么味儿？海鲜。那我虾仁，五香牛肉，这还挑吗？可以。那我就这个吧，走。你好，帮我们准备一下热水。啊，出门左拐才有开水房啊。2块。18吗？18就不找了吧。行吗？可以吗？我感觉不大可以吧。不大可以啊。魏晨给你们唱个歌。我看行吗？可不可以啊？唱歌，载歌载舞，造起来！你原则还是有的。造起来！你说你想听什么歌？想听什么？那就唱那个最新的吧。最新的、新专辑。Need you by my side, holy May, body to the sky, just you and I。孤独的沉默着，执着而绝望的，下个路口会有奇迹。走过华丽片段，也会遇见。你还转圈这么点地方，你还转圈，你看可以了吗？怎么样？这是您的哈，那个。我这是我的。你这个。那我能干什么？你可能只能，我做10个俯卧撑。那有点累。得，没事，他平常天天练的。来，他平常练都花钱的，这回赚钱还不练一下？3、4、5，真男人。9。10 yes 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是您的。不容易，3块钱还要吗？3块钱还我，指不定一会儿还得用别的钱。好吧。谢谢。好，你来。吃饭前我要洗个手。穷讲究。穷吃个泡面有什么好洗？我这手上全都是那个粉。哎呀，又不是拿手吃。哎呀，走，我们找个地方坐着吃。哎呦，你还洗个手，你还找个地方坐着吃？不是，沈涛哥，这是厕所旁边。你管他呢，我们就在这个脚尖里吃。蹲着吃吗？啊。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主要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。好吃。好饿。你多大烫啊？我真的好饿。哎呀。最后30秒。好饿。带着孩子的乘客，
带着孩子的有吗？哎，小朋友，哎，小朋友不行，小女孩不行，小女孩不行，有小男孩就好，小女孩我们不太方便。小男孩，人哪有尿不湿？人几岁用尿不湿？平时用尿不湿吗？给你换一个吧。人没有，找一找小时候的感觉。人没有，哎呀，急，有没有带？算算，当我没说，小弟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哪有小男孩？哪儿呢？哪儿？哎，尿了吗？尿了吗？尿了吗？又尿不湿了。有尿不湿吗？你们小男孩随身带着吗？到了，来一个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没带着尿不湿，啊，没带着，没带着，谁有尿不湿借一下呗？这么重要的产品，平时怎么能不带着？没有带尿不湿吗？没有。谁有尿不湿借我们一个行吗？摘了再带一遍，摘了再带一遍。长大了怎么好意思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光屁屁喽。啊，这个没有尿过吧？这个哟，怎么样，就这样垫着啊。好，这怎么扣？我们都没当过爹，不知道。这样就行了。对对，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换的怎么样？我们换的好不好？棒不棒？来个飞吻，来个飞吻。